飞行是月亮，你不要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，好不容易才放假。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成平衡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逛林那提亚？你有两个小时为什么不喝杯咖啡很优雅？这时不准再想，赶快出去走走，享受外面的欢乐。淡水河边骑个 U bike 感觉也不错。你有整个下午，你想做什么就做。这时不准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呀，你不要再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呀。想他，不要浪费心机了。